拿起麦克风，大家齐聚一堂，唱着欢乐歌曲。这群警察志工妈妈平常在景安派出所协助司法文书，帮助招待民众等等，能够帮助别人，他们也很开心。就是帮助别人等于帮助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你有出门有朋友，你才会快乐。那你整天待在家会不开心？我们派出所的志工妈妈平均都是差不多65岁以上，最多的年长大约是85岁。这些志工妈妈的个性非常活泼，很会唱歌。那平常私底下跟派出所的员警互动也非常好。景安派出所是复兴里的辖区，里长游敏玉平时就对这群妈妈很赞赏。这回过年就要来临，特别举办警察志工岁末联谊会，鼓励他们的用心，感谢他们的付出。他们志工都到处每个里啊，不同样的里来到景安派出所当这个志工啊，协助这个派出所啊处理一些事情。那今天身为我里长，我想说这些婆婆妈妈，她平常把家里的事情放下，来协助我们景安派出所的杂事。那我也想说，过年到了啊，给这些妈妈他们欢乐啊，让他们更年轻、更活泼啊，有一个美好的过年。现场有丰富佳肴，还有志工妈妈亲手做的蛋糕，有吃又有得玩。婆婆妈妈展开快乐笑容，未来也将奉献一己之力，帮助派出所减轻负担。中嘉新闻李小峰综合报道。